在各个艺术门类当中呢，你认为哪不行是的确的桥梁、是这样子。邀请呢，已经上海举行了。应国家广电总局的邀请，开幕仪式，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局长赵石到会并致。政府艺术家认为，本次意大利电影周在欢快亮丽、故事精创、表演出色的。这我也说，你这酒喝完事儿怎么样？你往这边挪点。你谁也弄个泥了，多不好意思！留一半，给我出来！我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下边还一人，我知道，都出来。对方啊，出来吧。哎。笑啥呀、嫂子，你这啥意思啊？咱俩不被人抓着了吗？金秋时节，关东某地青山乡蓝河峪村青年农民刘一本，在媳妇儿凤莲不肯担任妇女主任的情况下，代替妇女主任去乡里参加会。发言时吹下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村里都有不同妇女活动的电话，引起与会县乡领导重视，争取检定组织镇妇女干部参观学习。刘一本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好心发言给村长带来了大麻烦。星期二吧。为了挽回因谎报军情造成的尴尬局面，一本将多方面努力兑现自己的发言。对，在此过程中，思想产生了飞跃，决心改变村里缺乏凝聚力的现状，得到了媳妇儿的理解与支持和村长合作，终于把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。凤莲也主动担当起妇女主任的职务。热烈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丢人！谁丢人呢？我这不是为了替你做妇女工作呢吗？咋丢人呢？啥工作呀？你就是利用权力之便，想大面积的解除妇女，这不是为了检查团？二人转都是咱俩唱一副价，怎么的这稀里糊涂的就让我下岗了呢？我老了是不？没有魅力是不？跟你一块唱丢人是不？我以为让你唱，你能唱吗？你咋知道我不能唱啊？你让我唱了吗？你非得让我自个儿提出要求啊？是咋的？值得提出的是，这部影片是长影实行集团化改造后第一部实行明星制的影片，集名编剧、名导演、名演员以及一流的主创人员于一体，使该片在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都有了新的尝试，并为拍摄当代农村现实题材的影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。沟通与影片相知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银幕采风节目。观众朋友，今天来到我们今夜星空做客的是这就叫反串。后来啊，这个反串的意思呢就由小见大，那么不是今晚都是喜儿，今儿却依然没变呢。连日里东奔又西颠，卖豆腐赚下了几文钱，寄上城来二斤面带回家来，哎，我们过新年呐！爹爹，东奔又西颠，卖豆腐赚来几文钱，寄上城。喜儿，你再来看。是什么爹？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爹爹无钱难买来，工头生车上正儿日
华灯初上，展现上海迥然的风貌。拥有不夜城的美名，更是象征新上海的摩登与时尚。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后面很漂亮吧，对不对？现在呢是现在是多少？6:30。哇塞，6:30开灯了，所以这是来到上海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这个旅游景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到6:30以后，外滩这边灯都开了，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游览的轮渡啊，会一起去看一看这边的夜景，很漂亮的风景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就是之前有看新闻，就是 APEC 在这边开大会的时候，对，哇塞，超美，真的是。哎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就是观众朋友啊，就是如果大家说想要来这边坐船的话，那通常是大概多少钱？是有没有分？如果一般性的轮渡的话呢，只要人民币的5毛钱，也就是台币的2块钱。但如果你想啊、仔细的看一下浦江上的风景的话，就需要25块钱的人民币。25块？那25块，那是不是时间上会有差？当然了，那普通的轮渡呢，它只是一个输送功能，它就是把你从这边带到另一边啊。然后25块钱呢，它会带你在那个黄浦江上游览整整1个小时的时间。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观赏这里的夜景。那个球形地理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建筑物？好漂亮，那是东方明珠。对，是东方明珠。东方明珠是地震世界上的第3大高。第三大高塔。哦，非常漂亮。哎，可是兰姐啊，你9年前来有这个黄浦江，你应该知道它是上海人所谓的母亲河。每个上海人对那个黄浦江都会蛮有感情。哦，真的、哦、怎么说呢，黄浦江水，我们每一个上海人都是黄浦江水它哺育长大的，这样子从出生开始啊、喝的基本上就是黄浦江的水啊、所以我们一直管它叫母亲河、你可以想象母亲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这样一种概念、对，所以我们每个上海人都会对这条江非常的有感情。哦，那所以大家都不会在里面乱丢垃圾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起来对啊，你看这看起来很干净哎，就是有时候常会看到上面有什么，就是比如说罐装物啊或者什么，但是几乎都没有。哎，兰姐姐，我看哈，你看到这边的建筑群，会有一种蛮气派的感觉，对，很时代，很 modern。然后你看到黄浦江的这一边，都是一种对老式的一个建筑群。这边的东西呢，在20、30年代就已经有了，20世纪。然后这边的东西都是新兴起来的，所以啊、在这个江当中，你会有迥然的两种的感觉。逛完新上海，王刚同学请石小杰同学带我们到上。就是说，他们就说他们这边出来的车是排好队了。哦。如果坐这辆车的话，就等于他前面排了，他没有拦到人。哦。知道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好劲爆！一下来我的精神气质就提高了。本来很想睡觉的，真的是。然后一下车，刚才还糊里糊涂有点，哇！你们没有。那么李军的京腔京韵，则可以把我们的民族艺术带到更遥远的千里万里，化作千里万里美的追寻。下面请大家欣赏京剧老生演员李军为你演唱歌曲《千万次的问》。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离太美太美的又还是你。心手相连，别忘了我们的 email 地址和热线点歌电话，记住明天同一时间，雅宁会与您继续相约在每天的华语音乐时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让我们。